黑哥好，兴趣产的摄影摄影手。那 DJI 在运动相机的市场呢，算是蛮深耕的啦。从 Action 一代到现在，今天终于推出了 Action 五代 ，Action 五 Pro。然后我自己呢，就是 Action 一代的用户啦。然后后来呢，二我没有买，然后三跟四呢，我都使用过。然后到今天呢，我终于拿到了 Action 五 Pro， 就在我的桌上，给各位看一下。这个呢，就是今天发表的 Osmo Action 五 Pro， 在这里，这个盒装。那我必须很认真的说 ，Action 5 Pro 呢有很多地方呢都有进步，虽然外观呢没有什么变化，但是内在的进步幅度呢其实还真的蛮大的哦。那今天除了详细的介绍以外，后面还会有 Action 4还有 S Pro 的对比哦，大家一定要把影片看完哦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看完以上实拍，你觉得 Action 5 Pro 的画质表现真的很优异的话呢？欢迎帮我影片点个喜欢或者点个热推，让更多人知道这台相机有多厉害哦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先来整体介绍一下哦。我今天拿到这一组呢是畅拍套组，所以里面呢有非常多配件，包含一个自拍杆，然后还有一个充电仓，里面有三颗电池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套组。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下外观设计。外观上的话呢 ，Action 5跟4呢基本上大概有 90% 一样吧，然后跟 Action 3呢也差不多，所以 Action 3、4、5他们的外壳，就他们送的那个外壳呢，全部都通用哦，这点非常非常棒。它内在升级这么多，但是外观体积呢完全没有变大，然后重量表现呢也很不错。你们看这个样子，你真的第一眼可以分出来 Action 5 Pro 还是 Action 4吗？很远的看是分不出来的，但是我们仔细刚刚发现说，镜头那一圈呢 ，Action 5 Pro 这边呢会有一圈红色的，然后在字样这里呢，这边有两个缝，应该是会让它的散热表现更好一点哦。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萤幕升级的部分哦。这台相机正反面呢都换上 OLED 萤幕，而且是 DCI-P3 100% 的萤幕。没错，在这么小的机身上面拥有这么强的萤幕，就跟 Pocket 3呢有一点相似的概念啦。OLED 跟 LCD 最大的差别呢，就是我们晚上看的时候呢，萤幕不会整个亮起来，只会亮出它应该亮的区域，所以 OLED 一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项。哎，整体的显色效果呢，看起来也更加的舒适哦。电池方面呢，提升到了1950毫安时，比之前呢还要更多。
让这台相机的续航力呢可以达到4个小时，是目前运动相机里面最强续航力的一台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来实测看看吧。那我在高雄的大热天实际做测试哦，室内大概是28度到30度，又或是更高一点点。这个情况下呢 ，Action 4大概40分钟左右呢就过热，然后就不给拍。然后我量一下机身温度，机身温度的话呢 ，Action 4在40分钟的时候呢高达53度左右，然后 Action 5 Pro 的机身温度呢大概是46度左右，所以整体的温控表现呢确实更好。然后接下来 4K60P 呢就一路录下去。录到它没电，整整录了2个小时，才把它的电力全部耗完。这个是 4K60P 加上防守阵哦，录了2个小时，所以这个表现呢是相当相当优异的，完全没有过热，完全没有。然后在 Action 4过热的那个瞬间呢，它们的电量呢也差了大概快 20% 左右，所以代表这一台的省电功力呢真的很强。在硬体上还有一个升级的点哦，这次呢裸机就支援了20米的防水。我觉得这个表现呢相当的棒，比之前呢更多了。配上潜水壳的话，最深呢可以达到60米。它们有经过国际认证，这是个国际认证的潜水配件哦。而且因为内建了压力计，所以对潜水用户来说呢非常的方便。它还有个功能呢，就是说入水即录，然后离水呢就停止录影。这功能很棒，就是你懒得思考的话，就潜下去，它就会自己录影；拿上来呢，就会自己停止录影，不会让它一直挪下去、挪下去这个样子。所以我觉得这台相机呢，可能是潜水用户的超好选择哦。然后这次的晶片呢更新到了4纳米，然后整体使用体验呢它多了一个所谓的人物居中跟随，也就是你相机几乎不动的状态下呢它会自己帮你做跟随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 Pocket 3的话，你只有买一台 Action 5 Pro 的话，你想要拍一个 Vlog， 那它也可以自己帮你跟随哦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非常非常的方便。讲到现在，你以为升级点只有这个样子吗？不止哦，它还有个超大升级点，就是说它内建了 47GB 的记忆体，所以你再也不会出现那个没带记忆卡的状况咯。因为 microSD 卡其实很小张，我们在户外换卡的时候呢其实都相当的危险。它内建这么大的容量，基本上呢只要连电脑去做传输，一天拍摄应该都足够。所以你买 Action 5 Pro 的话呢，真的是可以不用准备一个记忆卡哦。那接下来聊一下影片的升级幅度哦。有一个最大最大的升级幅度呢，就是在 DLUGM 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可以达到 13.5 档的动态范围。那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概念，我们直接秀影片给各位看。跟 Action 4比较起来呢，在这个情况下呢，可以非常明显看到，就是天空的部分 ，Action 5 Pro 呢都会把它很顺畅压下来。有时候曝光调度的时候呢，可以看到 Action 5 Pro 的天空呢曝光度是完全没有变化，但是 Action 4这时候呢就会过曝喽。所以 Action 5 Pro 的动态范围呢是有很明显的提升的。就算我们今天是自拍的情况下，有人物的情况下，人在阴影处的时候呢，整体曝光度表现呢也相当的优良哦。所以这一代的动态范围提升呢是相当明显的。虽然说它这一代呢没有支援 8K 的拍摄，但它的拍照画素是有达到4000万。画素的哦。4K 方面呢，这次有一个很大的进步，就是它的 4K120P 之前就有了嘛，但现在的 4K120P 呢支援了4:3的拍摄，我们可以拍摄到超广的4:3的画面，可以看到说我们上下呢都容纳了非常多的视线范围。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创作者的话，你需要指影片跟横影片的话，那你拍摄4:3呢是非常好用的一个选项。然后现在呢也支援了 4K120。 地平线仿振的话呢，我测试起来觉得跟上一代的表现差不多。然后地平线防震的优点就是说，我们在骑车压弯的时候呢，整体的画面呢永远都是水平的。所以如果你是机车 YouTuber 的话，那我觉得地平线水平是一个很棒的功能哦。如果是晚上的话呢，我就不建议开启这个地平线水平模式哦，因为这样子晃动的时候，它会抑制那个旋转轴嘛，所以导致说我们边缘有一个晃动的感觉。所以晚上的时候呢，它这次新增了一个超强的模式，也就是 AI 降噪，终于登入我们的 Action 了。Action 5 Pro 呢支援了所谓的超级夜景模式，它只在 4K30P 然后一般色彩的情况下呢可以启动这个超级夜景。然后你的 Auto ISO 呢可以最高可以设置到 ISO 51200，如果你真的需要很暗的环境，你真的需要51200的时候，你再把它打开就好了。平常的话呢，我觉得开12800或25600大概是这台相机的极限表现。那它 AI 降噪呢也跟 S Pro 一样，就是多帧合成，然后机内呢直接输出给你。那说认真的，真的不要再跟我说什么运动相机的夜间不重要，你不会拿来夜间使用。但有些人呢就是把这台相机当作 Vlog 相机做使用，那这个时候呢一定会有夜间场景嘛。如果你是机车 YouTuber 的话，你环岛的时候那总会有到夜间的时候吧。所以夜间表现对运动相机来说，我个人觉得是很重要，所以真的不要再拿这个当借口说哦，运动相机不需要夜间。大家应该懂我在讲什么东西吧？那我们接下来呢，进入实测环节。在黄昏时候的时候呢，我会觉得说，超级夜景模式呢，在没有到非常昏暗的情况下呢，不要打开，因为它会做很大的降噪动作，所以导致呢，它的画面呢，会比 Action 4还要细节再更少一点点。
但是只要到夜晚的时候呢，整体画面呢就会变得非常的干净，会比 Action 4呢还要干净许多哦。所以这个超景夜景模式呢是真的很强。但整体来说啦，它的画面会给人一种有点太过清晰度加高的感觉，这个点呢我个人不知道非常的喜欢。那我们这边呢直接来跟 AI 降噪始祖，也就是 S Pro 来做一些小小的比较。S Pro 的 Pro Video 的画面感觉呢比较没有那么的锐化，而且 S Pro 呢是有保留弱光真稳的选项，所以夜间骑车的话呢可以让整体的晃动更小一点点。细节上面的话呢 Action 5算是比较好一点，但是 S Pro 呢我的稍微比较舒服一点哦。那如果两台都没有开启夜景模式的话， S Pro 的画面呢会比较暗一点，因为 ISO 呢也没办法这么高哦。那两台夜景模式在人像拍摄呢，我觉得表现算是差不多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防守帧的部分，防守帧我自己觉得跟 Action 4的差别呢算是不大。那如果跟 S Pro 比较起来呢，两者都是一般的防震模式的时候，我觉得 Action 5 Pro 的防震表现呢会比 S Pro 还要再好一些哦。就算防震等级高的时候呢， Action 5 Pro 还是比较好一点，尤其在旋转轴的部分。画质方面，大白天的情况下呢，跟 S Pro 比较起来，我觉得两者画质呢算差不多。S Pro 呢算是整体锐化感受比较大一点啦，但 Action 5 Pro 呢是有10:1，这点呢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哦。而且呢，这次也支援了 DJI Mic 2的两个麦克风的连接，之前只支援一个麦克风，这次呢支援两个麦克风，所以你可以不用买接收器，单买麦克风呢就可以跟 Action 5 Pro 做连接喽。那除了 Vlog 情况需要两个麦克风以外，有些机车 YouTuber 呢也需要，你一个麦克风呢可以藏在车厢或车子的后面，专门拿来收引擎的声音哦。总的来说啦， Action 5 Pro 呢是一台顶级的运动相机，也是一台非常好用的 Vlog 相机哦。那以上呢就是关于 Action 5 Pro 的完整介绍啦。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欢迎帮我点个热推，也欢迎帮我点个订阅，然后喜欢的话呢也欢迎分享出去。我是兴趣展的摄影师 Angel， 谢谢各位，拜拜。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留言哦。